踩在话题上的明星们张钧甯与旧爱赵又廷再续前缘。电影《痞子英雄二》开拍，曾在电视剧版中演出见识官角色的张钧甯已确定回国。张钧甯曾与男主角赵又廷交往过两年，现在赵又廷身边已经有了高圆圆，依然孤身一人的钧甯和旧爱赵又廷再碰面，会不会觉得尴尬呢？就是会在就是期待跟赵又廷然后再碰出新的火花。我其实期待跟整个团队碰出新的火花，因为他其实算是电视版的前传，那我们作为一个演员，其实你会常常希望给一个角色是更多生命力。期待与整个团队碰出新火花，张钧甯就是不提赵又廷，看来前任依然是无法触及的话题。不过一讲到老朋友何润东，张钧甯立马就眉开眼笑。听说 Peter 被父母逼婚，张钧甯也催他赶快结一结。那你赶快结婚呗！对啊，你到底有对象啊？赶快结婚啊！身边有没有好朋友可以把他介绍？我都跟他说，他都不介绍给我了，我干嘛要介绍给他？他朋友那么多，而且都好像还有一些还不错的。Peter， 你赶快交出来吧！乐翻天，综合报道。